晚安。唱了，大家就接着唱啊。大家那个状态呀，还是张嘴的时候看到啊，容易这个往下啊，这儿提住了。啊，眉眼、颧骨、鼻子、嘴这几个部分。啊啊，不能啊。啊，这样的就掉下来了，那个位置就保持不住了啊！想着张口，你看 ，bite 就是咬啊，这样咬才能咬住字吗？啊，我们唱的是啊啊，这个这样的就咬就掉了啊。我们说话咬字都要在上边啊，唱歌也是在。上颚，我们说上牙、上嘴唇、上颚、鼻子，啊，在这个交界的地方，气送到那儿啊。再来一个，想着嘴竖着张啊，别横。啊，我们说一个气顺着鼻子走，另一股是顺着前牙出来，这样的前面才能，让你的观众啊或者听众听到你的声音。然后这边呢，把气送出来，才有各个音出来的位置啊，各个音出来的位置是用气送出来的。再唱一个啊，能唱就唱，不能唱就休息，这是降 B。准备好。啊，一定得保持住了，你这个声音才能送出来啊。要不那声音就卡在这个下边的脖子里了啊，那样的声音的话就出不来了，然后气也憋住了啊。我们想的是送气啊，通出气，我们气是从腹送出来的啊，从上往下再唱下来。舌头也放松啊，舌头放松，不要卷，也不要往下凹啊，后边也不要拱，也不要舌根，也不要往下压。先做第二个发声练习 ，a a e o u 五个母音，从高同一个音高，然后往低唱 ，a a e o u 啊，舌头不要啊，很多学生一唱 a 的时候，舌头就先提了，不能先提舌头。我们先说的是这个开口音、闭口音或者半闭口音，口就是上下牙的空间啊 ，a a e， 舌头一直在下边。如果没有 l， 就是我们唱那个了，或者后面有 a 儿那个音，舌头是不会卷的。那
那我们就把它保持在下边啊，这个纯唱的只是母音啊， a a e o u o 的时候不要 e o 不要拉下来啊，还是在同一个位置，因为我们是啊唱同样的音高。时候把气吐完了，腹是收的啊，腹是瘪的，就是，然后这个口保持呜的状态，气已经吐出来了啊，自然的是从鼻子还有嘴，然后在我们重新吸气的时候，不要你唱完了就把肚子放开了，因为肚子放开的时候那只是肌肉膨胀，因为嘴还没来得及吸气呢啊，所以想着我们现在的状态，如果你们一直保持的情况下，腹是收的，收的状态啊，就是瘪的状态，然后吐气的状态，已经吐没有了，基本上啊，准备再吸气，想着嘴鼻子张开，重新做我们刚才的动作，这个时候再把腹慢慢的膨胀，感觉气进来，哪怕你最开始啊，因为很容易这个地方就紧张了啊，哪怕开始做不到，还是会有这边紧张，这个胸和肩紧张的情况也没关系。但你要有一个意识啊，就是有一个思想在指导你，这个方法在指导你啊、哦，我要这样吸进来，口鼻张开了，气才能吸进来。否则的话，你肚子的肌肉，如果这个腹部肌肉已经膨胀了，你嘴鼻子没来得吸气的时候，如果你再吸气，已经这个腹腔已经没有空间再给你膨胀了，所以就容易把胸提起来，就胸膨胀了，那就又变成胸呼吸了。这个是在唱。就是我们唱歌的时候，基本上头一句大家就是就学生在练习的时候，第一句第二句还差不多，因为我们第一句是没唱的时候，我们想到老师说了准备的状态，一旦连起来唱的时候，大概过两三句三四句之后，有的时候就会乱掉，特别是在唱那个快一点节奏的歌曲的时候啊，就来不及了，一来不及就乱了啊，有的时候就呼吸就会反了，呼吸反了就是说你这个肚子跟你的这个气啊，没有说在吐气的时候唱接不上了啊，那种情况的话会有发生的。所以我们现在练发声，就是为了单纯的音，让我们很容易能记忆这个音，不用再去想我们唱的这个音高，这个音阶，还有说我们唱的这个母音唱出来的字是什么样，去体会啊你自己的这个呼吸的状态。那哪一部分不好，那我们发声的时候，你就要着重的去想，去体会怎么样的按照老师说的。这个呼吸、位置、咬字，把这三部分结合起来，这就是我们学发声的啊，这个好学发声的目的和它要达到的一个效果。因为这样的话，你才能把你的这个基本状态练熟。一张嘴，一呼吸，嘴鼻子张开就想着打开了，然后气息到腹啊，就练习这个熟练的过程。然后唱歌的时候，在字的变化的情况下，你才不会因为。哦，你变个字或者音高低一变，你把其他的地方就乱了啊！大家这个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发声啊。自己唱的时候，因为我没有办法看到每一个人的样子，那就是你自己体会，按照我们刚才说的这几点，看你哪一部分比较薄弱的时候，自己想着自己慢慢练体会啊。
这个最高音是 E 啊，能唱就唱，不能唱就可以休息。能唱的就再唱一个，我们唱一个 F 啊，想着嘴鼻张开，上颚的空间张得更高，想着上颚往鼻子拱，气吐出来。哪怕你唱完了到没有气的情况下了，但是你要感觉你的气还是在往外送的，就是我们叫吐气，就是吹啊，一直还在往外送，不要唱完了那声音就窝回来了啊。接下来我们唱弹跳音，发子音啊，想着肚子的肌肉往里收缩，同时把它断开啊，上面呢是字断开，气不断。嘴也要接着张，呜呜呜呜啊！换成一，这个是 G 啊。那唱到 G 或者是就是 so 高音的 so。那唱到发嗦就是 F G 高音的时候，都可以唱啊了啊，换成啊。这是降 B。可以唱可以不唱啊。开 C。这一条就是要求我们，快准啊稳，我们要把那个音嘴张好，音送到位置，然后气也要送到，要有焦点啊，这个才叫共鸣和集中啊。所以顺着这个，然后把鼻子打开，慢慢往上，嘴慢慢张，把气送出来，往前送啊。这个都是功夫，所以就是慢慢练，唱不好也没有关系，因为很容易唱一唱就噎住了，或者是。中低音的时候这个气息不够，这个中低音的时候给的音呢、啊、容易把这个呜唱呜呜就不在位置上了啊，我们哪怕中低音呜呜呜啊不能呜呜那个就空了，大家可以自己自己体会啊，你的字要清楚啊，还要在位置上。最后一条发读音练习，也是从呜开始。
升了 F 二，所以你看那尾音呢，哪怕从高往低唱下来，也要保持住啊，保持住它的状态。从高往低音的时候，如果没变字的时候，保持住那个声音才能在位置上啊。现在是 G， 我们可以换成 R。吸气的时候，把上牙露着，往上张，是你等于把这个位置提起来了，把嘴张开，不能呀，不能啊啊啊！这个是 A。感觉像上牙在咬着鼻子后边啊，我说上牙咬住了这个空间，张多大嘴咬住，像无形中你咬个大苹果，怕它掉下来。假如说手在，你去拿个别的东西啊，把苹果先咬住了啊，就是这个虚，这个虚的苹果在这感觉啊，那就是说你不同的音高，你这个苹果有小有大啊，所以这个嘴啊。要练这个肌肉啊，不要让这个肌肉掉下来。这个降 B 可以唱可以不唱。把那个张开就送出来了啊。唱下来。尾音这气一直是送出来的啊，要往外送。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发声就到这里啊。下边大家把大鱼的谱子拿出来，我们开始大鱼的第二段。上节课我们把第一段已经学过了啊，那第二段呢就是从后边接高潮的地方啊，有一点词的变化，其他的都是一样的。啊，我们再把这个词啊复习一遍啊，先念一遍。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鱼在梦境的缝隙里游过，凝望你沉睡的轮廓。看海天一色，听风起雨落，执子手，吹散苍茫茫烟波。这一句话容易平卷舌，有点绕口啊。执子手，吹散啊，这几个字的时候，大家小心啊。往下，大鱼的翅膀已经太辽阔，我松开时间的绳索，这里边所有的我们基本上都唱成的了啊。我们是流行歌的时候，基本上把的都唱成的啊。下面第二段，看你飞远去，看你离我而去，你原来你生来就属于天际，每一滴泪水都向你流淌去，倒流回最初的相遇。后边就是啊，好，那我们从头唱一遍啊，就当前面复习了。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
穿过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鱼在梦境的缝隙里游过，凝望你沉睡的轮廓，看海天一色，听风起雨落，执子手，撑伞苍茫茫烟波，大鱼的翅膀已经太辽阔，我松开时间的绳索。后边这个三拍啊，唱成两拍也可以，然后给你时间好好吸气，只要把那个气连贯了就可以啊。往下这个地方和怕你看你，这个地方是高潮，前面是叙述啊，这个地方要把声音放出来。看你飞远去啊，看你飞，这三个音要想着，把嘴张开，气沿着鼻子送出来啊。看你飞远去，看你离我而去啊，这两句从看你飞呀、啊，飞是一母音，所以不能把那个看你飞飞不能拉下来，看你飞是啊一一啊啊一一啊，想着把这个下巴不能往下拉啊，然后去看你这三个去看这个音是啊一样高的，对不对？那所以这个音要保持。看你飞远去，看你离我而去，这个才不能掉。如果去看你看你啊，一个是这个气反了啊，没送出来，没送出来的时候往回倒，就是刚吸了气就唱，就会用喉咙唱，所以那个看就白了，就没有气在里面了啊，要送出来再唱。看你离我而去啊，就想着把气吐出来，然后这个音圆跟去又是一样高的。原来你这个地方有高音，要张嘴。生来就属于天际，天际，天际是低了，天际不能，天际，天际啊，这个状态一松，整个那音就掉了，把气就压回来了。想着一直是送出去的啊，原来。原来你生来就属于天际啊，这个地方也可以换气。原来你生来就属于天际，也可以这样唱啊，就是看语气了，你的气够不够啊？每一滴泪水都向你流淌去，倒流回最初的相遇。这个地方可以吸气，因为这一句结尾了啊，要语感啊。前面那一句是每一滴泪水吸气都向你流淌去，吸气倒流回最初的相遇，这样的啊。这个和海底，因为它不是马上接高音，所以就是接下来就有有音给我们直接唱，它是中间有一个间奏，而且那个间奏就是还很长一段那个，所以中间的时候我们有时间换气，而且把这个相遇 keep 延长的时候啊，自然过渡就可以了，不用强，不用是因为我们唱完第一部分，一般我们都唱完前面的抒情部分往高音走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趋势给它送出来，所以一般是我们那个最后一句往高音送的那个音，我们要把它唱强一点啊，这个语气啊和这个感觉呀、啊、都要把它推上来。但这个地方是我们中间还有一段间奏，所以这个地方这个相遇把它自然过渡就可以了。倒流回最初的相遇就行了，然后滴答答答，看有那个间奏在里面哈。然后我们现在唱高音，
因为前面呢，其实我还是基本上是用美声的状态来教大家唱这个，只不过我们加多一点气，因为我说过我们学以致用，我们刚才学的方法我们要尽量加进来啊，这样也不难听，是不是啊？那个，但是这样唱起来就会能用上状态，你气也会够了啊，你这些音呢也会就不会偏低了，否则的话那个音我们通俗的讲就会里出外进的。啊，因为一会儿用气，一会儿不用气的啊，觉得流行歌中低音就不用气了，到高音才用，那样的声音就不统一了啊。我们讲过中低音的时候，我们发声一直在发，口小一点啊，只要这个状态不要太夸张啊，正常的像说话这样的说出来就行了啊。只是给啊，我们呼吸的状态还是要保持跟唱歌的一样，所以我们念歌词的时候，尽量我都说过，要嘴皮张开，每一次都想着唱歌的状态。来做，就是当你念歌词的时候，也要习惯于这种状态哈。那我们现在后边的这一部分，那就是美声的了，对不对？那就是听起来就是 exactly，就是真的是听起来就是美声唱法啊。这个高音，跟流行歌状态的高音不一样。那我们要把我们发声的状态啊，所有的跟我们发声一样，而且它还不能有太多的颤音。因为我们美声的歌曲到高音有的时候自然会有那个颤音出来，但是这个地方呢，它就是想着跟前面分开，而且流行歌好多都是不需要那么颤的那么厉害，而且这个地方就是把音唱出来才能听到这个 solid，就这个管状的感觉啊，那跟前面有区别，特别听起来又很 strong 啊，又很强，但是。它还会有空灵感啊，因为一颤就缺乏那个，就等于散了啊，立不起来了啊。我们要这个柱子的感觉，所以就像我刚才为什么强调，我说发声的时候像咬空苹果啊，不同的苹果。那你看这个咪嗦拉，这个苹果就是咪嗦和嗦拉，就不需要你一下子从那个我们这么说吧，鸽子蛋啊，鸽子蛋。然后那个鸡蛋啊、鸭蛋、鹅蛋啊，我们是一个比一个这样大的嘛，对吧？你不要一下子就张一个大鹅蛋，你是从这个小的鹌鹑蛋开始张的啊。你看，因为这个最高音的时候，这个咪嗦拉第一个啊和最后的高音的啊差一个八度，那一个八度呢，你要想想你的嘴大概有多大的空间让你唱到最后，最后这个高音咪是。发声，我们高音的 G 就是 so。那我们刚才唱啊啊八度音的时候，我们唱到我带大家唱到过降 B，在 G 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了一次，我说这个是 G 啊，往上你可以跟上唱了就唱，要觉得累呢就不唱啊。所以我们这个调的 G 就不算太高，但是要保持也不容易。那你就想啊，如果你平时你觉得这个 G 的时候到你极限了，那你就想着。哦，那我提前的那个嘴，我就要想着张到一半或者一小半，因为不能张到极限，张到极限音就唱不出来了，是不是？啊，那总得给自己留一点余地啊。那如果平时能唱到 High C 呀、降 B 的朋友，那就你可以前面再小一点啊，再小一点嘴，因为这个是八度音，你要想着怎么样来调整你的口腔的大小，来适应你这个高低音转换啊。我这个咪嗦拉，那我等于就咬着这个音的位置不动了，就想着那个汽笛呀、或者烟囱，你就想着走烟就行了啊。那我这个烟囱的这个，假如说是圆的，那我这个直径啊，我这个圆柱的直径就这么大了啊。但是我这个高度，我可以无限的把它送出去啊，无限的送出去啊。这个嘴的大小，因为一直都是啊后边。所以你就想着是啊，我们是在这个管状里上下张，不能啊，千万不能这样，一咧开声音就上不出去了，因为这个空间夹住了啊，上面这个不圆了啊。还在这儿啊，那第一个音，下一个音还是咪，所以
上面保持感觉啊，还在刚才咪的位置，把嘴小一点。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唱到拉了。那如果你就说我们高音往低音走，我们位置保持住就行了。那如果你第一个唱完了那个咪换气的时候，我们不回到，我们说换气的时候都要回到下一句，你这个再唱的时候第一个音嘴的大小来张这个啊的状态吸气。如果你一直张着一会儿你就没有地方张了啊，所以看着我这个状态啊。我想着脑子里想我还是在我刚才唱高音那个位置，一会儿还从这儿起点，但是我把嘴小一点等一会儿我就还能张开还有空间把它张开第二句这个是一直往上，像我上次讲了，我们要从底下，从面对着滑梯助跑上去，所以这几个音一直要想着滑翔机，不是直升机，平地走一直送出来，往前送。那这个下一个高音也是要低了一点了，是不是？那我们还保持刚才兜的感觉嘴小一点，下巴收一点就可以了这个地方要张了，因为拉咪五度这个是目前来讲两个音之间跨度最大的了，是我们从刚才咪嗦拉开始唱的，对不对？那这个地方要夸张一点而且是我们这一首歌的这是最高音了哈。一直 keep 住，那我在我的那个录音的那个音频里唱这首歌，我唱的是高音我唱的是高音，但这个一般的可以唱到西嗦咪可以唱我那一版也可以它这是 re do 西嗦咪后边这几个音我们就按照这个谱子上的这个音唱了。是，那我刚才第一个张到咪的位置，我就不再动了，我口不要。就不能那个字就变了要保持在刚才高音的的位置。我们说了音没变过，那就想着走气就可以了，把那音唱起来就好了，轻一点还从这儿开始保持在那儿。然后呢，咪唱完了，然后又有个高音了，那你这个嘴基本上跟刚才保持差不多了，因为是软咪嘛在结束的时候稍微有一点这个有一点颤音就可以了，不用刻意的因为它很长嘛，然后最后又有音乐在里了，就等于把你的声音 merge 的会融汇到那个音乐里面如果那个直的声音停的话就觉得很突兀，所以就稍微有一点颤音给它过去也行，没有也可以，这是看自己的这个要技巧这四句就结束了。然后最后在伴奏里还有，但是我们一般的谱子里就没有了。然后最后那个就是倒流回最初的相遇，还有一遍是慢的，倒流回最初的相遇，就是你自己要回忆的感觉，是不是？要就是深情的发自肺腑的去想那这首歌今天我们就写到这里了我们把第二段到结尾唱一遍因为那个也有我那个音频大家要想去借鉴一下也可以听一听那个最好我说过学完了是按照我们自己每个人唱每个人的大鱼只要把这个方法掌握了，把这个歌曲的意境唱出来就可以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那鱼在梦境的缝隙里
游过，凝望你沉睡的轮廓。大海天一色，听风起雨落，执子手，吹散苍茫茫烟波。大鱼的翅膀已经太辽阔，我松开时间的绳索，看你飞远去，看你离我而去，原来你生来就属于天际，每一滴泪水都向你流淌去，倒流回最初的相遇。最后两句，倒流回最初的相遇，倒流回最初的相遇。好，亲爱的朋友们、同学们，那今天我们第二部分啊，教唱大鱼就到这里啊，接下来呢？由我们李主席再给我们讲一下我们中心的一些情况，之后呢我会回来再回答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啊，等一下再见，交给李主席，有请李主席。李主席。李主席在吗？那这样，大家，那李主席还没，那现在谁有问题，大家先提吧，大家先提问题吧，等李主席过来，然后他再接着讲，好吧？好 ，Golden， 不客气 ，Golden， 把你自己的。麦呢可以打开吗？可以打开吗？好，现在打开了。哎，好，已经打开了。就把你自己的打开啊。那个我今天想打开那个就是你发在群里的那个大鱼的卡歌，你录的歌，对、哦、我的音乐。对你的音乐我想听，但是怎么打听不到那个音乐，可不可以再发一下呀？啊，把我唱的那个是吗？对呀、我想听你唱的歌，但是呢、那可以放不出来了、可能是好，那再发一遍啊。好的，谢谢啊，那其他没事了。好的，谢谢。好的啊，刚才有一位朋友问我那个在写字哈、换气怎么换，这就是我们刚才发声讲过了啊，嘴鼻子张开吸气，倒腹胸放松，等一下，然后收腹吐气再唱啊，这个就是我们唱歌基本功，就是要练怎么样的换气啊，不能反，我刚才特意在发声的中间讲过，如果反了的话，那样的气就接不上了，这样的话你就容易那个唱一唱，最后就憋住了，唱不出来了哈。现在是两个 L， 两个 L。哎，老师您好。可以讲话了。啊，对对。老师你好，我想就是
问一下哈，就在练声的时候嘛，你从啊、呃、一，那你正常的状态，像您这样发一的时候，你会看到小舌头吗？一的时候看不着小舌头，一怎么能？一就啊是也说看不到小舌头啊。啊不看看不见，就是啊，你啊的时候，你的头你看不看见。啊啊啊，对吧？看不到小舌头，所以因如果你要刻意把那个小舌头全张开的话，你就等于把这个关节给撑开了，你就等于把我们咬字是在前牙咬，这个后边的这个上下牙，跟着张开就可以了，不好。要执着在后边，因为我们唱歌要在前面，只要能张开就可以了。你要把后边使劲张开提的，又掉了。老师好像掉线了。老师好像掉线了，大家略微等一下啊。现在李老师开始提问了是吧？刚对，才叫你了。哦，我刚刚接个电话，刚接电话也把时间也错过去了。没事，我给大家，哎，对，正好我要给大家讲一下，一会儿林老师上来了，上来说一声，林老师看他应该是掉线，我给他打电话，打电话就行，我看上来没有，看他上来没有。大家稍等一下，我给林老师打电话。今天想，我今天想问个什么问题，就是，我觉得高音吧，然后找着共鸣的，不是找着那个哼鸣的位置能上去，就是低音和就中低音特别低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发不出来音，就没有声音，就是光有气没有声音，我不知道是怎么个练中这个低音的方法，怎么训练。低中低音就像你说话一样，你这样说话加一点气就可以了。所以我说中低音的时候嘴不能大，也要保持刚才说咬苹果啊。刚才那 Linda 问我嘛，我说上面要提住，不管是啊要有这个状态，i o u 都是咬上边这个要咬住了。然后呢，嘴的大小是跟音高低调节的，你要哦，那么低的音，你嘴这么大就空了，是不是？所以要。你要嘴小一点才可以。就是你看感你觉，说话的时候嘴是自然的，你就没觉得那个觉得很空很虚吧？因为你嘴是自然的在张，你没有像唱歌的时候就要做出一个状态啊。那中低音的时候就是跟我们自然声区接近嘛，所以你只是把这个状态保持了，这些肌肉在工作就可以。啊，不要撑得那么满，或者气给的那么足，我们自然的就可以了。就是感觉胸腔共鸣吗？没有，就是出不来。你只要是从腹出来的，没有什么胸，不用去想那些。那你我就说，你这个人的声音，只要是你呼，如果你呼吸真的是对了，你是从腹腔出来的，一定是有胸的。你想啊，这个气是从腹通过胸到口的。对不对？如果你呼吸的状态，我们先假设它是对的，它一定会通过胸的，对吧？那你就不要去强调那个胸腔了，自然就有了。因为它这个中低音是离我们的胸近的，越高音越往头腔嘛。为什么说高音就是头腔更共鸣更好？中低音的头腔反倒没有那么多，因为它嘴张的没有那么大，它离上边的距离远。那中低音的时候，自然声区就是离这儿近的。所以不要再想着加多了，这个就是有时候画蛇添足了，反倒你唱不出来了，知道吗？你就想着用自然的状态，顺着啊，这样啊一这样的就可以了，不用刻意的。好，谢谢老师，练练。不客气，不客气。那个 Lily 刚才2个 L，还有问题吗？刚才我们。断之前我们就回答了。
老师你好。啊，对，我现在还是有点没搞明白，您说那个发音吐字基本上都是在前牙这边是吧？您是哪位？是两个 L 吗？对对对对。啊，好。刚才那个问题，因为好的，因为我觉得您说啊的时候也不一定能见到那个小舌头，一也不会见到。那个这个是口腔打开，就是咬苹果的感觉。那喉咙打开是什么概念呢？我说了，上颚就是包括硬额、软额、小舌头梁，抬起来吸气，眼睛眉毛打开，你看是什么状态？大家都可以试一下，感觉整个上颚凉了没有？那这时候打开就也不一定说小舌头会提起来是吗？是会提起来的，你感受一下，它是会提起来的。我一定要张的很大，但是你不要张的很大。我说了，这个音的高，这个是嘴的大小是跟音高低决定的。你嘴的两就是嘴，你嘴越大就是你音越高，上下张的都在张，所以它上下的程度也高，也更就是 stretch 做的更多。那如果中低音它没有那么高音的话，你不需要把这里面撑的那么，你看这个空间撑的那么紧干嘛呢？就是自然就可以了。对呀，所以我就说那叫过犹不及啊，就不需要那样的。而且你说谁唱歌拼命露小舌头啊，那我们正常说话就是这样，看不到的。对对对，能看得多大才能把小舌头露出来，是不是？那还有一个啊，就是自然就比较自然，比较就是什么都是自然。你唱自然了，你做自然了，我们听着就是自然的。唱歌最后的终极目标就是要自然。因为我就感觉唱一的时候，好像我在自然的状态哈，那个这个舌头好像舌面会有一点弧形，不像啊那样的那么平。那就是你不自然了。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想保持它平，我就好像就要有意识的。那就是你的状态没对。我说了，先回下巴。对了，你那是先动舌头了，就舌头跟着使劲了。还有这个咬字的问题哈，那个唱那个通俗和美声有区别吗？那个咬字的位置，就是，咬字的位置有区别呀。你不需要张的口腔张的那么夸张啊，你那字是在前面咬的，不需要都把它咬成呜就咬成这样，对不对？鱼，那刚才就这样就可以了，就比较更轻松一点那种。对，自然一点，就是更，我不说更接地气嘛，就像我们说话这样的，只要有它，不需要把每个字用气都送到，我说把位置要送的那么高，里面口腔张的那么饱满，字咬的那么字正腔圆。 OK， 就正常说话咬住了就可以了。好的好的，谢谢老师，你好耐心。不客气，慢慢啊，这都是慢慢琢磨的啊。有问题是好的。这个 e 和 a 这个发音的时候，老是感觉这个舌面会有一点幅度，不像。对呀，所以你想着先动嘴，别先动舌头。我说咬字是用牙咬，用嘴唇帮着，而不是用舌头咬字，你就想着舌头就放松了啊。哦，好的好的，好，谢谢老师啊，谢谢，再见。那现在还有一位叫 Lisa 的啊，我跟你讲完了，就我们今天就差不多了。Lisa 讲过了， Lisa 讲过了吗？ Lisa 讲过没有？ Lisa 你举手，你现在找不到你了，你举下手给你。 那是不下去了。另外我说，我看那个留言呢，林老师留言上面问几个事儿，你看他问的一个是，我知道有一个说可以唱 C 调吗？怎么说呢，什么调都可以唱啊，什么调都可以。这个不是小，这个不是小调，这个就是这个是 E， 就是降 E 调，我们可以什么调都可以啊，你就把它按照你自己的音域能唱到就可以。但我说了，因为我自己的音域女高音基本上都是在降 E 或者是 D 啊，那如果你要觉得现在不舒服，或者是你没有练到那么高，觉得唱高音你会累，那你就可以自己降调啊。所以这流行歌就是比较就是通俗嘛，它就比较那个灵活一些，不像我说练美声的歌曲，那这个歌假如说是给高音写的，尽量我们都是按照原调来唱，这样才能练出你的状态来啊，这个是自己的。然后刚才说唱歌的时候在前面，对呀，喉咙后边唱，那个就是
啊，这个前面嘴没抓住，唱一唱就跑这儿来了，所以要想着我说嘴唇咬字嘛，想着吸吸气，吐字都送到前面，把牙这个嘴唇提起来，这个啊，只要这一松就跑后面去了，因为前面没有抓的地方了。OK， 高音是降 E 调，不是说高音是降 E 调，我们这个。啊，对，高音是降 E 调，高音可以用降 E 调 ，D 降 E 都可以啊 ，D 降 E 都可以。那个 Lisa， 那谁？那个 Lisa 有 Lisa 已经举过手了。啊，好，我能听到吗？喂。啊，可以，是吧？哎，你好，林老师，今天第一次听你讲课，啊，真的受益匪浅，而且言简意赅，谢谢，讲得特别清楚。我想问一下哈，因为整个一首歌曲哈，有高中低音都有这个不同。那么高音呢，肯定是用头腔共鸣多一些。中低音呢，我的有一点点不太清楚，是不是都要挂着头腔，只是说比例不同？高中音的挂头腔的比例不同，是不是？你说的很对，哦，就是说我们唱歌这个从腹胸口鼻头，就相当于就相当于是五个音箱，唱歌的时候这五个音箱应该集体都打开，只不过你看的音箱有的小提琴就在那个小的那个高的高音的那个高倍的音箱里面，贝斯就是咚咚的那个低音鼓的就在那个大的那个音箱出来，所以说你唱歌的时候应该都是 standby 都是开着的状态，只不过你唱的调节它会在不同的里面会出现啊不同的这个乐器的声音，oh, OK， 明白了。对，那么音高离头腔近嘛，越高离头腔 越近，是不是？你这个嘴要张开，要送。对对，那它就离这儿，所以中低音就低，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没有那么多震动啊，没有那么多的震动。对对。那好，那我有机会的话，想跟您单独学习声乐，好啊，非常好，那欢迎啊。你在二群吗？现在？我哪个群都没在，今天是朋友让我进来听一下的，所以我是今天头一次听。那好啊，那你就思维，那你就思维，我就可以了。你扫进了二群，你扫码进一下。进到二群，然后思维我。一会儿我结束以后，这林老师结束，我再发一次二维码。现在林老师还有问题要问，你看一下。行，那 Lisa， 那就麻烦你等一下结束了，李主席会发给你二维码，你进二群，然后你思维我，我们再联系哈。好，谢谢你。好的，谢谢。那还有一个问题是，在哪里？问呢？他问明天下周学什么歌？下周我们唱一首美声的歌曲，因为我说基本上都是女生的，有的小乐曲男女可以唱哈。那我们学一首《多情的土地》，那个是美声的歌曲啊，基本上是男生唱的，但男女都可以，我们就穿插着来啊，基本上是唱流行歌和三种，我们尽量都安排吧。唱完这个，像今天是流行歌嘛。下一次我们唱个美声的，然后我们再唱一首，我们会唱，我打算唱学望月，望月就是流行歌，啊，那是流行，那是民歌，啊，那是民歌，所以我们就这样穿插着学，好吧？那下一次多情的土地，等一下结束了，或者明天我会找一个，因为很多谱子，有的时候大家比我找的都好啊，那我先找一个谱子，如果你们要有更好的，也可以再发，我明天找一个发给大家，好吧？那个林老师他还有一个，他说是大鱼这首歌，他说那个发到那个欢乐唱群里边，你不是要在里边吗？他说你可以不可以在欢乐唱里边指导一下？那他就放吧，我听一下吧。因为我谁林老师，我说欢乐唱那个群里很早了，那个群是去年3、4月份组的群。那里边大部分都是喜欢唱歌的人，都是比较多。你也给里边有时间，你也可以分出来一部分时间，你可以给那个里边给大家指导。啊，好啊，那你就把他们也在我们这个群里吗？我不知道，但是我说他们这个欢乐群圈，欢乐唱里边也有很多喜欢唱歌的。他们经常里边发一些，欢乐唱本身就是唱歌的嘛。这个你有时候他说了发到那里面，你有时候你有时候你要关注这个群，你给里边也可以给指导一下，在那群里面指导一下。那今天就到这里了。行。好。现在大家大家看有什么问题，
在群里边问林老师都行了。不在群里边，我再放一下二维码，我再发一下二维码啊，要跟林老师去学习的，你都可以给他联系，跟林老师在群里面。好，谢谢大家，谢谢李主席，那你再跟大家发一下吧，再见。我发一下，行，你忙吧，我看你能来，你忙吧，我这边我给大家，我把这个二群的二维码发一下。另外呢，还是说大家有什么事，你要是不是急着下去了，你可以有什么事可以问一下啊，就是，对中心这边有什么事啊，有什么问题啊，需要问都可以。这个是声乐二群怎么扫？不会扫不会扫啊！你截屏，你截一下屏行吗？我截下来了，截完之后怎么扫啊？你截屏，我说你截屏以后，你发到微信里边，你点开一下。对，发微信里，对，忘了这一步骤想不起来。对，发到微信就行了。好，谢谢。大家有，谁还有？这 Lisa 不是问了问题了？你还有问题要问？我没有了，谢谢。我给大家解开，有啥问题大家可以那个啥，我可以讲，有啥问题可以提问，可以讲，我把这个打开。OK， 发到微信里，对，然后扫码，对。我这个，我给大家解开，大家都可以打开了，都可以打开麦了。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能发一个欢乐群，欢乐唱群吗？欢乐唱是吧？欢乐唱是这样吧？你就是你加，你稍等一下。OK， 我有你的。不是，我有你的。不是有我了，有我了。我现在我那个，你就是用中心那个，统一用中心那个。啊，对，我有中心那个。有中心的二维码。你谁呀、啊？你谁呀、啊？是娃娃。娃娃。娃娃，那行，那就你加那个就中心那个二维码就行了。大家好，你反正你加中心二维码，你什么都，你要进什么群都可以啊。这个基本上的中心大部分群都满200人了，所以都不能扫码了。OK， 我刚才。咱们想问一下，那个说一会儿10点钟有一个画画的课，那个是中心组织的吗？10点钟啊，画画的课没有啊，画画课今天下午的已经结束了，每周一次，今天下午的5点到6点。哦，那不错。5点6点，每周，还有个画画的话，就是线描疗愈是，周四上午，8点到9点，就是我指的都是加东时间，加拿大东就是渥太华这个。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的时间，就是加东时间。不是，是在那个，我看啊，是在那个中，就是我在那个书画艺术群里面，有一个人发说上午11点，但是这块晚上10点，大川老师给同学补课，那个是咱中心组织的吗？要不是大川老师，没有，我们没有大川。在书画群里发的，在咱们书画群里面，我看一下，没有啊，我。那没有这个课。我还是说那个刚刚我讲了跟大家说那个，这个就是说那个聊天群呢、啊，那个聊天群大家还是希望大家进，你有什么问题，你要进什么群，你都可以说，到时候都可以给你拉进去，这个反正只要你有闲嘛，有时间，这个你都可以上来。问一些问题啊，有啥是需要的，哪些不清楚啊，你比方你微信不会用，或者是好多微信呢、啊、他自己好多功能不会用，包括我们这个 Zoom 这个直播间呢、啊、Zoom 怎么用啊，刚刚说那个举手啊什么，这个举手啊，这个包括打字什么，这些功能都大家都基本的都要弄，要不你回来你提问都没法提问。你不会提问就提问不了，都可以谈谈，聊聊都可以。所以我说把那个二维码给大家分享一下，看看。
刚刚我因为那个时间比较紧，那个下边大家还有那个说这时间也有限，有时间大家还是能进聊天室。都可以，能尽量进一下。跟大家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如果大家没有什么事的，我都把它关了啊，我都关掉了。网上这谁说的？这个什么上周的钢琴元月二十九号录的视频，网上不能打开。上一周的网上不能打开。我看看，我现在都可以看一下，我看看啊，给大家分享一下，看看能不能打开。上周的钢琴，上周还是元月二十九号，应该可以的。我现在我打开，大家看一下。我现在直接给大家分享都可以看，我把那个文章导打开啊。我看看哪个群里边放的。网上不能打开，你讲的是哪个？你可以把声音打开啊，你说，哎，谁？那方，你可以把你的声音打开啊。你可以说一下是，你刚刚说哪一个呢？留言说是啊，元月二十九号打不开。你可以把你声音打开呀、啊，这个是。你网上是哪个网上？你是我们的中心那个，是我们中心那个网站上，还是 YouTube 上？你的声音可以打开啊，我一看你声音可以打开啊。加拿大华人，加拿大华人啥？是我们的网站上，是我们的网站，还是我先给网站找一下，我找一下那个文章。应该是可以的，我找一下网站。我直接分享，大家可以看，可以看到啊，我直接分享一下。哇，这个又死机了，搞的现在微信打不开了，我看，怎么又打不开微信了？这是，微信打不开了。应该是可以打开的，反正我看 YouTube 应该 YouTube 上看一下，上周钢琴课。钢琴课，钢琴课在哪里？